是彤彤吗？是是，你是三星吧？嗯，是我。看了三星网上你的资料，我很满意。我觉得你也挺好的。那我接受了我的要求吧。我呢，就是希望我男朋友对我好，事事都顺着我。房子呢，我要两套，我们住一套，给孩子留一套，车子有就行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下洗手间。那你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啊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不聊得挺好的吗？哎，妈妈，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在这儿相亲呢。你呢？现在工作呀？对啊。你说我们在同一座城市这么多年都没碰到过，是有五六年了吧？怎么现在都混到相亲的地方了，还单着呢？准备不单了吗？那我是回去整通知。想看更多搞笑短视频，微信关注锅巴吉。